Action！ 我经常都觉得电影系一场单恋嚟嘅，你好似爱紧一个佢从来都唔会同你讲佢都爱你嘅人。 希望我做嘅创作就系能够接触人群，即系能够将一啲信息传递同埋同到观众沟通。咁呢个系我最想做嘅事，就好似我之前做嘅《幸福的旁边》咁样。其实我唔会知道呢个世界上有几多人经历过子弟恋，经历过意外怀孕。 但系有好多小细节击中咗某一些女仔嘅一啲心态嘅，咁佢哋有共鸣嘅时候会睇得投入。最理想、最好嘅地方就系可以延伸讨论咯。咁电影作品其实有达到回应社会嘅目的咧，咁我觉得呢个先至系一个有社会责任嘅创作。